他不说新疆吗？我去哪里呢？对的，好多片上来了。他被他了。
没有成本，每天成本少是真的少。你不要再说了，不要再，就这个行业不少。对，那么一千块钱，那么三十的，你十块钱弄的啦？哪有的？就是水。他刚才说十块钱的。那那就是往一亿的往。哎，这不是，这不是。
是被硬拉着出去。